没有资格在这边摆吗？我有权利烦你们啦、啊！警察是我还是你？啊、哦，我要不要开在关警事的、啊？本来就不能摆摊，你们搞清楚前一站周边的规定。我跟你讲，摆摊是一回事，现在超过十点，超过十点要怎么样？你讲话可以不要那么大声吗？我大声要怎么样？来干我啊！来测音啊！声音大声不是警察来管的啦，是环保局啦。他们是违规，还给他们几分钟时间呢、欸？你要大声什么啦？不写出来啊！你连躲下线啊？我刚有跟他们讲怎样的时间，他是不是超过了？不要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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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了